埋起来不就行了吗？你为什么不在白天挖坑，非在夜里干活？咦，哇，真有金币！在这里发现的金币当然是归部落所有了。水井里的水少了，少了。水井又不是你家的，凭什么不让我们拿水？对呀，我是高级顾问。哎呀！我要去给部落驮粮食。树松土啊！哎，这个麻布，哎呀，我的，这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。这里边是沙子，沙子，啊，沙子。你们把沙子埋坑里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沙子。对，这是细沙，细沙，那还不是沙子吗？哎呀，乌阿驴啊，你不知道，我要给部落铺一条路，孩子们呢踩在上面脚不会受伤，会很安全的。这是好事啊！对对对对，那你们干嘛把沙子埋在土里呢？这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。是因为呀，这个沙子如果搁在外面，别人会踩到，那沙子就会变硬啊。而且把沙子埋在土里，会接受一些潮湿的空气，这样就好铺路了。我明白了，我来帮你啊。那你干吧。乌阿驴啊，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啊。为什么？大家知道了会感谢你们的。啊，我们不需要感谢。对对对，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惊喜。惊喜。好，我保密。干吧，干吧，干吧。好了。乌阿驴啊，明天晚上啊，我还会继续来买沙子。你要不要来帮忙呢？没问题。保密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我们去树林里玩捉迷藏吗？走了。你们不能去，我们这样进去。你们就是不能进去，为什么呀？孩子们让一让，我这水都快洒了。你也不能去啊，樊迪老师也不能进去。乌阿驴呀，我要给小树浇水，我当然得进去了。我去。好，孩子们呢？快去吃饭呢，下午还上课呢。好，吃饭呢。我刚才讲的这些大家都记住了。好，我们刚才讲了几种辨别方向的方法啊，现在呢咱们到树林里实地去看一看。不能去。乌阿驴，我们到树林里是去上课。真的不能去。为什么？
八蚁不让说。八蚁？嗯，这是我们部落的树林，为什么不能进去？他也是为了部落好。哎呀，为了部落好那是好事嘛，这说出来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想给大家一个惊喜。哦，你都说了这么多了，就直接告诉我们吧。对呀，他想用细沙给部落铺路。用细沙铺路？嗯，这和树林有什么关系啊？他把细沙埋在了树林里，我们进去会踩坏的。八一大叔真好。哎，八一大叔，不能去，你不能去，你不能去。八一，你别转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答应替八一保密的，你们回来。八驴用细沙铺路。哎呀，这个八一又要干什么呀？姨夫，姨夫，还敢说，谢谢你，谢谢我，这来，给，嘎嘎呀，我们是为部落服务，不能收宝石，这么大的宝石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那就这样，我们会用这些宝石继续为部落做好事的。八一，你真是太好了。我的腰啊！八一啊，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啊？开工啊！尽快，尽快！八吉啊，快快扶我一下，我要回去休息。那我就等你开工的消息了。瓦驴啊，天凉了，来披上点毯子啊！瓦驴，瓦驴。蛙驴，蛙驴呢？哎呦，蛙驴，你看着点，这是我的脚。八一，你为什么不在白天挖坑，非在夜里干活？你不懂，夜里潮气大，沙子容易吸收水分。我也想尽早开工嘛，快干活，快干活。哎呦，我的脚啊！你好了没有啊？马上！哎呦，好了，赶紧回去睡觉吧。哎呀，看来我明天必须得找点细沙，把铺路的事糊弄过去啊！既然八一想为部落铺路，那我就帮帮他。八一，八一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喊什么你？喊什么呀？八一啊，你看啊，这是我筛了一些细沙，你看能不能用啊？能用，能用，太好了，越多越好啊！省事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呀，这个细沙越多越好，这样铺路的速度不就能加快了吗？哦，这样啊，那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姑姑，姑姑，怎么了你？好消息，发现金币了！啊，金币！哪儿啊？金币！对对对，那边，你看看，走，哇，真有金币啊！没有啊，这里怎么还会有金币呢？大番迪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我的鼻子对金币非常的敏感，哪有金币的香味儿，我只要一闻就知道。会不会有宝石呢？挖挖不就知道了吗？哎呀，这么多呀！都是我的了，金币呀，都是我的了。给我吧，这
干什么去？渣渣会帮着运走的。凭什么这是我挖？哎呀，在这里发现的金币当然是归部落所有了。啊，八一大叔，谢谢您。哎，走了。八一啊，辛苦你了啊。就我。放心吧，金币一定都是我的。可恶的阿凡提，这么多金币都没拿到。老婆，还是看咱们自个儿的金币舒服啊。金币怎么变成沙子了？瓦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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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我们埋的东西呢？不就在这儿吗？这变成沙子了。你们让我埋的不就是沙子吗？对，八一啊，哎呀，八一啊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有细沙了，这回你可以铺路了啊。文迪，你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有什么不对的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沙漠地区风太大了，用细沙铺路那是行不通的。不过这回你可省事了啊，给孩子们弄个沙坑就可以了。啊，对了，干活的时候注意腰，你总受伤可不好了啊。蛙驴，快走快走，不要妨碍八一干活啊。好的好的，走。哎呦，我就说金币放在外面不安全。大哥，老婆，一定是阿凡提把咱们的金币都变成沙子了。我的金币全没了。天哪，蛙驴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。好了好了，咱们开始上课了啊！快快快，把桌椅搬过来吧！哎，拿好自己的桌椅板凳啊！哎，放到这边，放到这边！哎，慢一点，好。哎，我上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笔记啊！好，做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今天呢，我就要给大家讲有关于部落管理最重要的一课，那就是如何合理利用部落的财富资源。我明白，是这个。错，部落最宝贵的财富可不是黄金，而是水呀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节约用水啊。这可不用担心，我们的井里有用不完的水。错，水是一定会用完的，所以要节约用水。如果不这样，水源一旦用尽，那个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啦。阿凡提老师，您都讲了三遍了，你不累吗？我当然不累了，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三遍啊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真的出事了，水井里的水少了。啊，少了。啊！这怎么会少了呢？不知道，每次打上来都是半桶水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太突然了。我们要去问一下高级顾问。什么原因？你干什么你？什么原因？你想明白没有啊？喂，没有。嘎嘎，这样吧，从明天开始，咱们部落里每人每天要定量用水啊。我想到了，这件事情由我负责。事情解决了，做游戏去了。去吧去吧去吧，玩去吧玩去吧玩去吧啊！八一，干嘛？你想到什么了？这件事情由我高级顾问八一负责。糟了吧？那具体的与你无关。出事了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出事了！哎呀呀呀！你这个大呼小叫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？水水水水，等等等等等，水井怎么了？水井满了！太好了！水井被封住了！啊！水井又不是你家的，凭什么不让我们打水？对。我是高级顾问，水井当然由我负责了。你八一大叔不让大家打水呀？对呀，啊，这为什么呀？先扶我下来。啊，哎呀，这件事情得让阿凡提来解释清楚。阿凡提，
阿凡提，阿凡提，快快快，过来过来！吓我！哎呀，怎么这么多人呢？阿凡提啊，我问问你，是不是你说的一定要让大家节约用水、定量用水，是不是？这是我说的。哎，所以我就采纳了阿凡提的建议。你们看，这是我多年研究心理学。等等，阿姨啊，你说你研究什么学？你躲开，别捣乱。哎，你们看，你们看啊，这么多把钥匙，只有在大家非常迫切想用水的时候，才会不怕麻烦的把所有的锁打开来打水，以此控制大家的用水。嗯，有道理。嗯，我不嫌麻烦，我来给大家。对，躲开。你以为凭这一招就能显出我的智慧吗？每打一次水要收10个金币，当然，鸡蛋大的宝石也可以啊。这么多？当然了，这是我多年研究的心理学啊。心理学是什么呀？心理学。老婆，嗯，打个水怎么这么半天啊？哎呀，老婆，马上就会有大量的黄金宝石向我们扑来了。宝石？那个心理学呀，心理学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科。跟你们说，你们也不懂。看，就跟这些锁一样。只有大家在非常迫切用水的情况下，才能不怕麻烦的把所有的锁打开来打水，以此控制大家的用水。啊，我听明白了，就是要给你金币，我们才能打水。对，给，好，打水。阿凡提老师，我也渴了，可是我没有金币。不要担心，等明天井盖一消失啊，水量自然就会增加了。八一大叔，怎么了，丫丫？怎么了？是饿了，就是打不开。打不开呀？哎呦，你看那是什么？什么都没有啊！丫丫，你看这样，八一大叔帮你打水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我们俩再见。怎么了？翟莹莹说我的头发都可以当尿花了，你赶紧给我打水去。水都没了，你还要洗头？对呀，老婆，不是我说你呀，阿凡提不是说过了吗？水量马上就会增加的，你再坚持一下，再忍耐一点儿。我坚持不了了。谁你没锁？哎，我呀，我的力气怎么变小了？我眼睛花了。我明白了。丫丫。给你钥匙，快回去吧。我让你枷锁，我让你收金币。万驴，你别走啊，万驴！哎呀，来人呐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阿姨妈呀，怎么了？看见我们家老八没有啊？阿姨没看见呀，他去哪儿了？我要知道他去哪儿，我还找他干什么呀？这衣服的声音，他在井里呢。都把他钥匙。老八，老八，你在里面吗？快点儿！哎呀，妈呀，我把你。哎呀，五阿驴，慢点儿，就是你，五阿驴，是你干的？没有啊，
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我发现井盖没锁。这可是八一多年研究心理学想出来的好办法。所以我就帮你给锁上了。你，蛙驴这是做好事。哎，对了，八一，你怎么会在井里啊？还不是翟英英啊？他说我老婆头发像鸟窝一样，他就非要洗头，于是我就继续说呀，说呀，怎么了？我就夜里偷偷的打水，没想到被蛙驴看到了，我就掉到井里去了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多打水呀？我，八爷，那这个井盖，拆掉，拆掉，赶紧拆掉啊！哎，阿凡提，你别得意，你说的，今天早晨水量会增加，水在哪儿呢？水量在哪儿呢？你别着急呀，蛙驴，把东西拿来。好，放进去吧，系上。好了，打水，打水。哎，哎呀，出水了！大家看看，这水多不多呀？有水了，真的有水了！我昨天呢，发现地面有些下沉。所以我就想，井内的土层也一定会相应的降低呀、啊，那井里的水位也会比原来的高度低。那很简单，只要用绳子把它接上就可以了。哎，可是地面为什么会下沉呢？这是由于部落周围的树木和植物保护不力造成的呀。哎，对了，八爷啊，哎，八爷，来来来，又干嘛呀？哎呀，我记得你昨天说过呀，我收这些金币不是为了挣钱，那想必你一定是想用这些金币用于部落的树木和植物的保护上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给你，谢谢八爷，有金币了。建筑专家，八一大叔为我们盖房子辛苦了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